带金健康，做回来运动，愈动愈健康。我是伯乐，今仔日咧，咱要来教手和脚的动作，去练着手和脚的协调，搁有埋单去练咱的平衡哦。那这个动作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把咱的爱汇聚成种子，咱来把爱传出去哦。好，咱来加油，加油，是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赞。哎，今嘛，咱就开始来做运动咯。好，今嘛开人手先划在，然后坐人先坐好稳。哦，等下咧，来把咱的手咧做伙传一个种子同款。但是因为开人伊爱划伊啊，所以等下你一支手会划在伊啊顶管，变作是一支手播种就好啊、哦。好，来，今嘛来手出去以后，先练习手往三个方向，第一个方向对头前，第二个方向边啊，第三个方向搁较边啊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好，然后即摆呢，把咱的倒手对咱的倒脚，咱要练协调，所以手和脚相对，脚踢出去的时阵，手嘛对咧出去，把咱的经济压出去，好，啊个揪转来，然后出去，正好哦，揪转来，出去，正好就是安尼。好，即摆咱换边，来正边哦，好开始哦，来头前，好，啊个出去，压出去。再来，手和脚爱相对哦，对，好，记得协调哦。好，继续做，好，继续做哦。好，来，出去，正好，然后出去的时阵脱开，正好哦。好，啊，再来，出去，好，经济压出去，正好就是安尼。好，搁另外一边，好，然后最后稳哦，正好，然后出去爱脱开哦。好，安尼 OK 吗？嗯，脚够会酸？袂哦，安尼尽量做哦。好，开始，卖停哦，卖停哦。好，来，师傅 OK 吗？可以，跟我刚刚做帅的，有哦，练功夫的感觉哦。阿姐妈咱来把经济压出去哦，哦，所以播种哦，播种阿手还较爱协调哦，真好哦，脚打好稳，手还好栽，对。干医生，不会，不会哦，真好哦，就是安尼哦，哦，啊，咱来做这个动作啊，除了吼，去练咱的协调以外，他都有讲平衡嘛，所以当我一支脚徛起来在做的时阵，这个当去练咱的平衡，然后记得哦。有角度也会去咱个髋关节的角度，所以有时阵若是咧坐起来，这拢是有帮助的动作哦。然后阁有咱个爱撒出去，这个动作呢，本身呢，吼对咱个胸口也有一个训练在哦，吼。所以这个动作，想来讲手脚一起协调呢，吼。所以有爱是最重要的哦，咱来尽量把爱传出去，安尼经济有一天才会大汉哦。安尼大家真健康，感恩大家咯，吼。安尼继续来把经济压出去。好，压出去，对，压出去，好，再来，压出去。